会发生什么，因为最近刚考完学测，然后大家都在做备审，应该算忙碌的一天吧，也不知道，感觉像是老人忙。买完早餐店的蛋饼之后呢，我会去 7 Eleven 买我的饮料。对，就是我不太喝早餐店的奶茶的话，真的是根本歇腰。对，所以我应该会去 7。豆花，去卖。
算过了 ，OK， 拜拜。Hello， 我现在要回淡水，接下来3点而已，但是我申请提早离校，因为我要去练开车，所以我现在要回淡水。对，其实我觉得这条路还蛮危险，因为承德路这边的话车算蛮多，所以这边蛮吵的。没错。下车，然后要走到驾训班的路上。其实我觉得我蛮喜欢这边，这边是我以前住的地方，然后这边的生活步调就是比较慢，然后路上的车也比较少，比较安静，所以我很常在这边搭上一堆狗狗。所以如果有追踪我 IG 的应该都知道，就是我很常在这边就是会 po 狗狗的照片跟影片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这边还算还蛮棒的。对，我阿嬷家就在这附近。那我现在要赶快去上课，我是4:10的，现在已经4点了，对，所以要赶快去了。就在那里，海淡新家训班，然后那个是芙蓉大饭店。这是我的驾驶训练记录。看，超多课的，然后其实我都开那一台，对，所以等一下应该会去开那一台，没错。倒车入库，路边停车 ，S 型上坡，大概就这样。对，耶、yeah, ，我下课了。对，那其实我刚开到一半的时候，觉得天气突然变得很糟糕。然后就飘雨啊，然后雾蒙蒙的这种感觉，而且其实在驾训班里面有很多车子都一直有骑在这边，所以我觉得有点不舒服。那我就出来了。对，那如果今天的影片你们喜欢的话，就在下面帮我点个喜欢，然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那就下部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